广州的刘女士爆料，她叫了份肯德基外卖，几个小时后打算将剩下的吃完，却发现鸡翅里有许多蠕动的白色小虫子，用刀切开剩下的鸡翅，发现里面也有白色的活虫。餐厅回应称，并未在员工操作方面发现问题。自己做的才是最安全的。给你补充高蛋白，还是偷着乐吧。